大家好，我是蔡英文。12月18号星期六就要公投了，这一次的公投不是党派之争，是要决定现在我们正全力在做有相当进展的能源转型、供电稳定、全球经贸布局以及民主深化等四个政策，应该要继续往前进还是要停下来。我的立场很清楚，既然国家的路线正确，在全球政经局势变化剧烈的此刻，就应该要把握时间向前走，不要反复犹豫。因此我主张四个不同意，台湾更有利。如果你认同我的主张，我要向你说一声谢谢。谢谢你考量国家发展的情势，做出了现阶段最好的决定。如果你还有一些疑虑，那么也请听一听我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的话。我知道有些朋友对某些价值有相当的坚持，但我想跟大家说，这四个公投题目并不是独立的试题，而是攸关国家总体发展，同时也攸关现在正在执行的政策是不是得停下来，甚至会倒退的问题。我是总统，我的工作就是在互相冲突的价值中找到双赢的策略，或者从国家利益角度寻求最好的平衡点。或许这不会让每一个人都满意，但只要对国家整体发展最好，我就会承担下来。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，公投投的是政策，政策没有颜色，政策是要决定国家发展的路线和方向。如果你也觉得现在国家发展的方向是对的，有利于台湾走向世界，那么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投下四个不同意。12月18号，我们一起来用手上的选票稳住国家发展的方向，一起让台湾更有力。谢谢大家。